下啊。没有陪我无聊了，这个是我之前这个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之前的那个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。最近可没有时间无聊，你看看。至少今天吃了肠粉和米粉，这件是新衣服，但是被马老师吐槽。他说像台湾剧的穿搭，就是那种古早台湾偶像剧的穿搭。还有这个粉色，然后刚刚录个那个排练视频的时候一直怼着我拍，还要给我特写，我都不会跳了，被扔的。我说 C 在那儿呢，拍孙瑞呀，老拍我干哈呀，怼着我拍，整个人根本就不会跳了。今天自拍吗？今天拍了照片呢，但是因为我翻到了跟云姐的聊天记录，就是她发给我的那个照片，我之前特别会忘记发微博，之前没有发微博的习惯，我就想，哎，怎么这照片都还没发？所以我今天就发了那些照片。啊，云姐发过了。我好像记得他发过，但是他应该没有发全部的呀。我刚才想起来，我好像记得我看见过那条微博，黑色的那次红米台，黑色的那次。好像他没发给我，就说没拍的好还是怎么的。那再看一遍怎么啦，他发是他发的，我发是我发的，没有关系。今天其实也拍照，今天给我拍照，你做什么干什么别想通车对我好，跳古话的我好美，很努力的在记动作，因为就是这个是后面的时候才说拍的，很努力在记动作，整个人
努力的跳的从容。我以前可学过很久的古典了呢，虽然我的脚背受了伤，蹦不了了。但云姐今天好漂亮，不能夸我，今天要夸云姐，因为今天是云姐的生日公演，不是我的生日公演，不能夸我。没有吃呢。I was thinking， 古装衣服好贵，对。古装衣服真的好贵呀、啊！我感觉我就是因为我昨天一直在记今天跳的，结果我就把我之前排的 top 十我都忘光了。我觉得我，所以我今天晚上要把明天昨天的东西再记一下。这脑子好像就这么一点大。我有很多古装啊，我这么多年跳了很多的那种古装舞，我基本把衣服基本上都留着，除了就是可能搬家的时候没带走的。娇娇啊，姐姐，姐姐撒娇娇。对啊，明天不能去看病。哦哟，明天谁来照顾一下布丁呀、啊？布丁，嗯，明天谁照顾一下你？琪琪可以吧？明天借几天罐头，明天就吃猫粮。你琪琪可以吧？嗯，你琪琪可以吃猫粮，我的天！我给他换一个猫粮，他好爱吃哦，但是爱吃到我有一点。惊讶他怎么会爱吃，就是对这个猫粮的质量品种都产生到了怀疑的那种程度，就是我好像觉得他不应该要这么爱吃这个东西。我晚上查了，好像就只是说这个猫粮可能那个碳水会有点重，但褒贬不一了。我觉得网上看这种东西都是褒贬不一。小猫咪不怎么能吃碳水，螺丝牌子是螺丝，小猫咪不怎么能吃碳水，是因为小猫咪只能消化肉类的东西。这样看起来好一点。
巡演过后好像会有几天的时间完全休息，在考虑要干嘛。想回家，但是回家不算休息。我公演说话不轻声细语吗？想去哪儿玩呀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有的玩。对，想去海边，其实，因为夏天快过去了，到冬天海边又要冷起来了。走吧，妈妈要直播，妈妈要跟粉丝联络感情了，所以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啊。他不吃猫跳的。布丁不吃零食，除了圣亚奶布丁，给他买了很多很多圣亚奶布丁。啊！我给大家，为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。我本来想在 MC 上讲，但是今天 MC 分的太碎了。就是我们那一组没有当事者在，所以我就留在，所以我就现在给他一部留在想，就我就这时候给大家讲，今天云杰的一言袋里面有一个香薰，然后你们知道少女偶像都特别喜欢香薰这个东西，都贼喜欢，都看到了特别开心，然后这个时候李慧一看。这个居然是麝香，然后李慧惊呼，就是后代一群人惊呼，完了完了，孩子保不住了。我今天笑到不能自已，真的是。完了完了，孩子保不住了，完了完了。我说你这哪，你哪来的保不住的东西？我带回来给你们看看啊。这个袋子也不错，这个袋子拿去买菜最好。好帅啊。这是我化妆包。但是里面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个可以发光的。扯掉它就会发光，它需要人工按，这有点太绿了，是因缘色吗？
是姻缘色，但是真的太绿了，满脸绿光。喂，我的在哪里？我的在哪里？我只有那个，我只有那个，我只有那个包包。我只有那个，那个你们包装成很像大牌包包，说像什么牌我不知道，他们说很像大牌包包，结果一打开里面是脆枣，是脆枣，还有什么什么，是你们送到后台给成员的，就是那种，哦，他们说像爱马仕包包，还缠着个丝巾呢。然后你们给多了，你知道吗？给多了，不知道是给多了还是他们有人忘记拿了，就反正一整箱，一大纸箱，我就拿回来，我就怕浪费嘛，我就放在我的房间门口，然后他们每个人路过的时候都会拿一包去吃，因为他们说那个脆枣真的很好吃。吃完了，最后吃完了，甚至我妈妈去机场的时候我都让她拿了几包带，就是拎在手上就这样带去了，饿了可以打开拿来吃。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手牌给我，你们都不给我这些东西。我们希望您能配合。在公演期间在做所有粉丝一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配合，因为我在公演前没看到这封信，对不起，我看到的太晚了，对不起，死命马赛。Thank you， 里面是空的。OK， 我知道你想说的就是这个 Thank you， 收到了。我真的啊，让我写的，让我写的，那他都已经皱掉了，我这不太好吧？就不太好吧？我突然给他写一张贺卡。不太好吧，我知道我的那个也有这个，我知道你们给我写的，我在那挂着呢，我知道你们给我写了，哎呀，我不给他写了，我给他写怪里怪气。看，麝香。啊！这不是我最开始拿的那包。最开始拿的那包是黑色的，算了，白色也挺好。他的那包是黑色的，但是这个是白色的，但是他这个要剪这个竹芯，他这个竹芯包在里面。就很像那种手工蜡烛，我之前很想这，哎呦，这个竹芯包的，对呀，不错不错，很喜欢。
孩子保不住了。让我来点燃一下，这胎孩子就不保了吧。他的那个，布丁不可以闻麝香吗？谁说布丁不可以闻麝香？他又没孩子。他这个吧，他这个蜡烛放，这个蜡太多了。这个烛这一根，这一根烛这个东西吧，有点，有点烧到。不是这个孩子保不住，这是肚子里的孩子保不住。哎呦，这个火星溅到我腿上了。我是不是把它这些，我要把这些蜡手动剔除一些。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它的那个，它的那个竹芯儿，因为它总，没搞错，真的没搞错。这些放在哪里？先放个托盘。反啊，没反啊。这个火柴不行，这个火柴一直有点火星蹦出去。好了。烛光里的妈妈，让它放在这边先烧一下。它是首次燃烧，至少燃烧两个小时了。这个罩子，这个罩子也很需要，其实。好了。为什么要关灯？你们不想看清楚我呀？你们想关灯也可以。太亮了，我们还是开顶灯。
像是擦肩而过。好喜欢这首歌呀。十年之后再相逢，我唱过呀这首歌。对，唱这首歌有点点没憋住，因为这首歌本身就很好哭。只怕早已不像是擦肩而过。我在想人和人的缘分呢，我觉得有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是可能它是有固定的，就是有固定的缘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歌。只怕早已不像是擦肩而过，你们会以后不认识我吗？我在想。在时代的废墟旁，只剩下这首歌，但愿经历了种种，你还能血脉翻涌，细腻度。你们能理解这个歌词吗？我觉得我太能理解这个歌词了，这个、歌词写的太好。但愿经历了种种，你还能血脉翻涌，心一动。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吧。经历了种种之后，可能血脉不一定还能翻涌得动的，我觉得，是吧？可能心也没有那么容易动了。养老院地址选在哪儿？你们想在哪儿？首先它一定要山清水秀，其次它夏天不能太热，冬天不能太冷。在上海寸土寸金我可买不起。安仁，我们安仁本来人口就多，我再带这么几百号人去安仁，完蛋，这个旅游业发展起来了。安仁夏天很热的。几千个粉丝。得了吧，真到七老八十有几十个留下来已经很不错了，我觉得。我没有说你们活不到那个时候，我只是觉得人有的时候要想的稍微现实一点，万一走着走着散了也不一定。不能把很多东西都想得太美好。
这样子的话以后会有落差感的。只怕早已不像是擦肩而过。哼，看我脸上的这些亮晶晶了吗？这就是肯定是顺着眼泪流下来的，所以这里才有亮晶晶。我平时是不肯在这儿画亮晶晶的。在时代的废墟旁，只剩下这首歌，但愿经历了重重，你还能血脉翻涌，心里痛。晚上好呀，我在哪一把哭呀？没哭。什么时候吃饭？什么时候吃饭呢？你们说什么时候吃饭呢？不点外卖。现在吃什么呀？食堂我刚看了，食堂不好吃，不想吃了。可以搞一点南瓜花，不想吃鸡块儿。最近对这个鸡肉很反感，对鸡蛋也很反感。有钱了看不上食堂了。不是点了几百块钱外卖才让你说这话吗？谢谢谢谢。我今天早上真的，我今天早上在床上躺着的时候，啊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想换个工作，有那么一瞬间。真的熬不动了，我觉得。别的工作也要早起。对哦，万一我要是追个星，我也得熬夜，对吧？我还追个星，偶像半夜直播了，我还得陪着，我还每天起得比他早，对吧？他4点睡，9点起，我陪他4点睡，我还得7点起来就去上班，是吧？
等一下，我刚刚脑子里面好像浮现了我的那个手牌，我是不是有啊？因为我刚刚好像脑子里浮现了他这个画面，如果我没见过他，我怎么会脑子里有他的画面呢？不是那种，那个画面，我的记忆都是那种图片式记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画面不是在剧场，好像就在这个房间。嗯，不。我去找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我应该也没记错。这个是给我的应援器，上面有很多 ID 的那种。我的沙发长衣服，对啊，我最近沙发上长好多衣服了。最近新买了很多衣服，做一个女明星配角的自觉，买了超级多的衣服呢。就是衣服太多了，有很多东西要找，好像也找不太见。马老师说这件衣服是台湾古早偶像剧那种微博的棒球外套，好看。哪个棒球外套？哪个棒球外套？我最近买了很多棒球外套，但是我买过来之后我就发现它都太厚了，我就没法穿出去。我以为秋天我就可以买些这些外套，但是它都太厚了。我觉得现在的秋天一点都不秋天，和水染同款的那个衣服，我跟水染有同款的衣服。吃吧。
他早已不相识。有关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，工资不多，不紧扣，我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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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好想跟你表白，好想跟你表白。怎么自己就灭了呀？这个蜡烛，这个蜡烛咋自己就灭了？有些蜡烛会这样，燃着燃着自己就灭了。这是什么原理呀？哎呦哎呦！衣服做完没有啊？好想穿我这个模特真积极，我也可以给钱啊，你们敢要吗？只要你们敢要，我就敢给。微店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微店是什么，就场面交吧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到时候全给你们拍下来。我舍命陪君子啊，我无所谓。这里抠出这么多，它才能燃得起来。它这个心太容易被那个啥，有些蜡烛就是会这样。我就每次要把油都倒出去。这个蜡烛还剩一半，怎么就被我霍霍完了呢？他们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吧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点不燃吧？要现金，还要连号的那种，我给你印吧，行不行？印完我也就进去了。我给你们画画吧，你们不是想要我给你们画画吗？我问一下小爱在不在，我想找他一起安排。
我画的可好了，我真画的可好了，你们会惊讶的。我昨天晚上没有画，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排练，很累的这几天。生日贺卡好像丑狮子，哪里丑了？狮子就是狮子，哪里丑好像看见过，我现在有一点，我这个脾气有点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死想找到他，我真的，而且好像是那种，总是就是会一直在我眼前晃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谁会收到这个贺卡啊？我之前是怎么画的来着？我之前是怎么画的？哎，这怎么绿色？不是黑手，扮丑狮子大赛，你们在摧残一个画家的自尊心。画家都用这种笔，专业吧？这个黑色被我拿走了，我们就用橙红色吧。好了，狮子，它首先是两个眼睛，眼睛大一点，两个眼睛，狮子头上没有网，我故意的，我那天故意想在狮子头上画一个网，就是故意的。就是我觉得他需要有点王者气息，哎呀你不懂，狮子两个眼睛，然后呢
狮子的鼻子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狮子鼻子是倒三角。那我之前还有一个画错了，狮子有胡子，狮子有獠牙，你看，不错吧？一千是什么意思？十五是什么意思？竞价，这个是生日贺卡，这个你们竞价进不来的，这个看待会儿填哪个 ID 就是谁的。头像，头像是什么呀？给你们画头像，你们现在头像不都是我的照片吗？怎么了？嫌弃我照片不好看要换头像？啊，你居然不用我的照片做头像，不够爱我。我画头像也是，我之前说给大家画头像就是画一个头像，你们一起用，不能只给一个人画的，这样我会累死的。啊，不是我会累死的，这样怕有的画不好，就是大家就是参差有别，不行，不能这样。我不累，萱萱不累，就是怕，就是物以稀为贵，知不知道？还分男女款。现在找工作都不分男女了，为啥你们还要分男女款？对啊，你们的性别就是选对，为啥填志愿还分男女啊？为什么女生不好找？为什么你们有的人想要情侣头像呀？如果我画了情侣头像，但是有的人不能用，那他们多难过呀。但是陈翔还出去吃饭了，没有 iPad， 只有用手。但我手画也很好看的，我可以给你们画一个女孩子，画一个男孩子，可以吧？但是女孩子也有长头发、短头发。不然我们形象化吧，我们不要拟人了，我们形象化吧，对，抽象化，
把你们在我心里的形象画出来，可以吧？但是我要先把这个事做好。说实话，压力有点大，这个事情。目前为止，什么不要猪？我没说我要画什么，你就说不要猪。那不给画，要求挺多。不是太阳，哎怕画胖一点吧，这是我改良过的新的画法。怎么样？改良过的不丑了吧？那谁还说我画的靴子丑？为什么斜眼？因为我就很喜欢斜眼，这个是男的女的呀，这个没有性别，这个是中性，这个性别是旋推，这个没有性别，它不是不男不女，它是可男可女。以后狮子就这一版，对，怎么样？值得期待吧，这个实力版的狮子，它有一个口袋，口袋上面写一个王，设计理念没有理念，刚刚想到哪画到哪的。几多情话，嗯嗯嗯嗯嗯嗯，落下。这个好看，那我赶紧多画几张，我要把手画顺了，这样我就记住。停留在这上离开的思念被风化，
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哪里像海豹？不像海豹，这个是狮子。为什么你知道在贺卡里面画狮子吗？你知道吗？好奇吗？这个是改版的，这个是第二版。我们要用发展辩证的眼光，辩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事物。其实第一版一定是好看的，只是反正我第一批画的时候一定是好看的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大家都说不好看。哎呦，画好帅！他是狮子王，所以他口袋里有个王子。怎么每个都不一样？因为是手画的呀，又不是打印机打出来的，不是海报，每个都带牙了，不是海报，就是狮子。不知道啊，我这没有存货了，我都贺卡都给出去了。这个狮子画三根睫毛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行，一张画了睫毛，其他的都要画睫毛，不然会出事儿。我觉得画的睫毛没那么好看，不然，这不是鞋子，这是爪子。这还是鞋子，不画了。要画你们吗？可是我没有纸，我的纸都弄格了。是，哎，好像有。啊，我在草稿纸用完了。
好啦，花布丁。嗯，花布丁，我对花布丁没自信。布丁就是大眼睛。怎么跟我画狮子的思路一样呢？不行，太丑了，太丑了。等一下啊，不行，眼睛还是要那样画。嗯，不对。在哪里啊？画不了。擦笔而去，用橡皮擦。真的假的哟，脸都是歪的，给我画的。
应该上色的，我们布丁是白猫啊，没有橡皮擦怎么办？画回了。他的手臂上了个色。我先都涂上色再给你看，不能只有手臂上的颜色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因为布丁是银渐层，所以布丁的表皮上是有银色的毛的，所以换银渐层也没有什么不对啊，对吧？所以他脸上也可以给他上一点色，因为他脸有时候也挺黑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布丁的尾巴黢黑黢黑的，三个圈圈的那么黑，有三个黑圈圈。布丁，这里刚刚一直在犹豫，所以就因为没有橡皮擦，开开吧。这不是折的，是嘴巴。这是画的布丁开心的时候。这个里面这个小爱心才是舌头，鼻子在这儿。他的鼻子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哦，对，他鼻子这样子的。嗯，我画反了，他鼻子是倒三角，画成了正三角。他鼻子这样子，对吧？哦，不对，他鼻子是这样子的。不对，他鼻子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可爱吧？现在敢让我画你们了吗？现在敢让我画你们了吗？哎，孩子没有削笔刀。
这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不知道。女孩子也有短发呀，男孩子也有长发呀。眼睛会不会画太小了？把你们眼睛加大一点，我还是爱你。再加大一点，不然显得你们脸太大。小巧的鼻子，你们想怎么笑啊？笑开心一点好不好？看到我时候的笑，怎么了？完了，我没有橡皮擦呀，没办法，你们只能这么笑了，因为我没有橡皮擦这种东西。我补救一下，看你救不救得好啊。完了，更奇怪了，血盆大口，你。啊！我要橡皮擦！啊！为什么不给我橡皮擦？嗯，你戴个口罩也行吧。那就给你戴个口罩吧。你们平时见到我真的这么笑的，嘴角咧到耳根子后那种笑。画黑点的珠珠，那不然呢？你们见到我还要冷酷吗？就是不能笑开心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，还是看得到你的嘴。画上这个口罩，显得你们脸好大呀！像要去打劫的。
错吧。不是想把你们画秃的意思，是我这支笔实在是没墨了，要削了。嗯，不要被害妄想症。是因为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这口罩颜色太黑了，所以上面也要涂个色，不然的话就会显得很奇怪。边缘感再重一点就好。怎么看得出来我有画画功底啊？谁告诉你我有画画功底的？我只是小时候学过美术而已。嗯，重画一个。重画一个，但是我笔，我的笔要削了，没有粉笔刀。重画一个，嗯，哎，我可以这样呀。你们不想要这个？你觉得这个短？刚刚那就是男孩子，这个就是女孩子，这也可以是男孩子，刚刚那也可以是女孩子，反正对吧。重新画，我们不要涂色了好不好？我觉得我是上色可能会相对要怎么说，会画太大了。嗯，怎么画成这样？这是什么呀？这画太大了，脑袋。嗯，对啊，我举着个手机在这画呢，你们还嫌嫌七嫌八的，真的很。真的很不懂事哎！我给军哥画成什么样，他都用。
脸型会比刚刚那个稍微成熟一点点，要画的尖了一点点。找不到我的黑色的笔了，这个眼睛大吧。这不是像眼珠 DYX 就是你们眼里都是我这种意思。干嘛多这一笔啊，我又不填色。这个嘴巴可以吧，刚刚嫌那个嘴巴大。这个嘴巴够小巧吧。哎呦，要画头发吗？要把头发填满吗？还说这样就可以了？你们可以拿这个过去玩奇迹暖暖，旋腿暖暖。想要马尾吗？就画个马尾。想要麻花辫吗？就画个麻花辫。想要长发飘飘吗？就在这边画起来长发飘飘。想要戴眼镜吗？就在这画个眼镜。可以不？然后先画一个光秃秃的，你们想穿什么衣服就画什么衣服上去，可以不？我先去拍个照啊。好了，我要开始画长发了。这个短发留着了吗？我要在这基础上画长发了啊。长发的话必须得画一个，画双马尾。好，那我就画双马尾，双马尾还简单呢。双马尾还是双麻花呀？要画双马尾还是双麻花呀？马尾行。
尾就在耳朵下面啊。我们女孩子扎马尾都是在耳朵下面的。没有性别啊，刚刚那可以是男孩子，可以是女孩子，这个也可以是男孩子，也可以是女孩子。哎呀，我这个脖子呀！你变丑了呀！脑袋太大了，脑袋坏太大了。画个蝴蝶结吧，好不好？这样能遮了一下他脑袋大的这个。哇，哎，脖子还嫌短，不短了啊！锁骨都给你画了，还想要啥？要啥子呀？你说？啊，刚刚那个形象都没有画身体呢。没有胸。给你画一个胸。好吧。啊，我这个脖子，等一下，我这脖子太痛了。画不错吧？哎呀，刚刚那个形象都没有身体，亏了亏了，不管是男孩女孩，短发的亏了。还没截图啊，我也要看一下，等我先去看。对。截了吗？绝了吗？
其实我不会画裙子以外的身体，我小时候画画就只画过裙子，我不会画穿其他衣服的身体。第一版是哪一版？等一下，可以再给你们画一张速写。嗯，太大了。我这辈子画的最好的一个表情包送给你们。不错，我觉得这很适合你。你可以把它换成头像。是呀，这个表情不是只有一颗牙，是缺了一颗牙，所以就看起来就。谁都喜欢，落下停留在纸上，晕开的思念腐化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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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你的悲哀。停留在纸上，晕开的思念被腐化。好了，这个还不错吧？这个是不是还不错？好了，我不画了。
是，累死了。突然觉得画画也是体力活。小时候学画画的时候挺开心的，我们过五分钟就关掉了啊，我要去排练了，明天很早就要起来，今天晚上还是想睡一点觉的。这几天都没怎么睡觉，收拾没收拾，要收拾啥东西啊？过去几天呀、啊？六号、七号回对吧？三天是得带点东西，带啥呀？太久没出差了，我都不知道带啥了。隐形眼镜我好像不够了，哎，不。现在有很多都是其他的怪色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哎，就四天对不对？四天就够了。现在都是这种怪颜色，我们会下一条。充电器可能充电不好，就算了吧。拖鞋没必要带，酒店一般都是拖鞋。身份证也可以不用带，因为有电子身份证。卸妆的要带，带两片面膜吧，万一心血来潮呢。酒店的拖鞋不防水，酒店那就打光脚。睡衣要的，苹果手机怎么下四八？你让别人发一个苹果手机四八的安装包给你呗。iOS 换地区，看到了吗？为什么影商店下架苹果四八呀？明天七点出发。其实我都已经会跳了，我也可以立马就睡觉。嗯，但是有点不放心，还是去练一练吧。吃点饭，我待会儿泡一碗汤粉儿。我要早一点睡觉。可是，一般如果早出发的话，我一般的处理方式是不睡的，因为睡一点点就会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很难受。我们可以在大巴上睡。上海去杭州要开一个多小两个多小时呢，photo 什么玩意儿，我记得
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真的就只能在车上睡觉，我忘了那段时间是干嘛了，就反正真的只能在车上睡觉，就我会把路上移动的时间算成我睡觉的时间，所以我的脖子就我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在车上这样睡觉，我这样睡觉睡得很舒服，就是把耳朵贴着，然后就这样睡觉。而且我可以，就算是一个位置的那种，就是单位置，我可以把我整个人蜷缩在那个位置里面，不知道吧？就这么多年在车上睡觉养，就是锻炼出来的本事。我整个人缩起来，缩在那个位置上。我有小毯子，我带个外套吧。明天到了几点钟我说呀？不会困，每次握手会的时候都是很困的时候，我好像没有发现，握手会好像一定要选在人家休息不好的时候开，所以就习惯了握手会就不困这个事儿。但是握完手肯定是困死的，但是握完手我们又要演出，有点局促，对吧？明天不演啊，但是后天演啊。对，明天要排练，明天要走台。Let's look in the sky, really sorry, really sorry about that, da-da-dee-da-da-da, da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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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a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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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da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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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another case is goodbye, 生爱情推荐就习惯，就是轻易过去的预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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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觉得烦。一滴一滴加班的牛奶，嘴的沙哑，还想起它在只是三分钟热度的，它已成习惯它吗？哒哒哒滴哒哒哒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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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t's time to say goodbye. Goodbye. Oh, goodbye, Nessima. Bye-bye. Bye-bye.